这个一系列的那个现代法律生活便利通系列讲座，今天是属于我们廉政的工作的这一部分，这一环，也希望大家等于是而后几个礼拜的话都能够来听看我们这个，都还是蛮有帮助的。但最后我们还是谢谢我们陈科长，好、哦、能够来这个地方跟大家讲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这个系列讲座还有很多精彩的课程，尤其是哈，我们这个第三周蔡聪明蔡法官哈特别教，他说他要上不动产的拍卖的程序法拍，还有他有提到哈，他要教我们怎么样去拍到好不动产的价格，他要特别讲价格这部分哈，非常有价值。那另外我们第四周张志明检察官哈有教我们讲说，大家都有可能发生到的车祸的时候要怎么来处理。怎么样来保护自己，这个很重要哈。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全这个事情的证据，都非常的实用哈。大家来多多参加，谢谢。